嗨，欢迎到 Flows Katie 凯蒂瑜伽。我们今天来练习肩颈放松的每日伸展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天花一点时间放松自己的身体，然后稍微活络一下你的筋骨，就会发现你的工作更有效率，生活也更顺利哦。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咯。好，我们首先让我们脚分开一点点，跟你的骨盆同宽，然后感觉一下脚底板内外侧站稳。我们吸气，手往上延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让你的右手碰大腿，左手往上抽高，慢慢往你的右边倒。好 ，OK 的人再慢慢把你的右手往下扶到你的膝盖，或是往下找小腿。好，观察一下你的腰侧拉长延伸。我们停留二。再一个呼吸，慢慢回到中间，深吸手上。好，我们吐气的时候往左边，好，拉长你的右手，然后我们慢慢往左边倒。好，可以的人再把你的左手往下走，然后感觉一下你的右边腰侧拉长延伸。我们停留二，再一个呼吸。轻轻带回来，好，我们手往前，好，然后现在把手背靠背，我们右手在上，打一个叉叉，然后把右边的小妞妞放在上方扣紧，好，握拳，然后准备好以后，我们手往内转，往前带，好，应该会感觉到你的上面的手，就右手臂还有小手腕的地方会有点紧紧的，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伸直的话，你可以弯曲手肘，好，然后把你的上手臂贴在胸，然后慢慢把小手臂往下走就好，然后去感觉一下你的手部，可能肩膀有些人也会有一点酸酸的，我们停留在这。好，那没问题的人我们就直接伸直在你的胸的正前方。好，我们再三二，好，我们最后一个呼吸，好，手往内转，然后放松，好，转一转你的手腕。好，然后我们准备换边，让左手在上。好，打一个叉叉，然后让左边的小妞妞在上方扣紧，然后准备把手往内转，往前带。好，可以的话，一样伸直在你的胸的正前侧。那如果觉得不是很顺的话，你可以弯曲一点点手肘，然后让小手臂往下走。好，我们再三个呼吸。好 ，OK 的人，我们就在胸的正前方哦。最后二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手往内转，好，往前带，好，放松，好，感觉一下你的手腕，好，小手臂，然后可能肩膀后背的地方也会有一点酸酸的，然后让你的手搭在肩膀上，吸气，把手肘往前并在胸前，慢慢往上提。吐气往后打圈，好，我们再一次吸，吐，好，我们再两圈吸，吐，好，最后一圈深吸，吐，好，我们现在由前往后，手来到胸前，吸气，胸打开，往上提到最高，好，往内集中，吐气下。好，我们再三圈，好，慢慢吐，再二，吐，好，我们最后一圈，好，吐气放松，好，我们现在手往上，然后往后画一个大圈，然后让你的手指尖朝上放在你的下背跟屁股的交界上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微弯一点点膝盖，我们准备带入后弯，然后有需要的人弯多一点点，然后感觉你的下巴先收往锁骨，那如果还舒服的人头可以往后仰，然后再慢慢把你的腿推直。好，我们停留三个，深吸深吐。好，轻轻带回来。
好，我们回到前方以后，我们手叉腰，微弯一点点膝盖，我们去前弯。好，让你的手点地。好，弯曲左脚，右腿推直。好，我们把右手高举过头。好，还可以的人，我们把右手往后绕过背，可以的话塞到你的左大腿内侧。那我们再把肩膀跟胸往上提，转开。再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弧形。好，右手解开，回到地板。好，我们弯曲右脚，准备打开左手，往上提到最高。好，可以的人，我们把左手绕过背，塞到你的右大腿内侧。好，再把左边的肩跟胸往上转，打开。停留三、二，再一个弧形。好，手带回来。好，那我们慢慢手叉腰，气吐光之后，再把自己带起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让你的手往后合掌，来到背后祈祷手的位置。然后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做背后合掌的动作，你可以让你的手肘互抱。然后或者是手肘互抱对你来说也很困难的话，你可以让拳头碰拳头，然后感觉一下你的肩膀往上提，往后转，然后感觉一下你的背的力量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轻松的把你的手选择刚刚你三种动作的其中一个，合掌、手肘互抱或者是拳头碰拳头。好，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把胸先往上提，肩膀往后转，右脚往后跨一步，轻松的步伐。然后我们让后面的这只脚，右脚的脚趾头往外转，脚跟在内。好，我们吸气，胸口提，吐气的时候尽量维持两边的腿都伸直，然后我们把屁股往后退。好，上半身往下停在45度的位置。好，稍微调整一下你的手，还有空间的人，我们把手再往上走一些，肩膀往后转，手掌并好，然后感觉一下背出力。好，可以的人，我们慢慢移动到平行地板的位置，停留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弧形。好，轻轻带起身。好，我们换边，把右脚收回来，准备把左脚抬，往后跨一大步。好，轻松的步伐。好，然后让你的胸口提，肩膀往后转。好，慢慢把自己放到45度的位置，两边的腿一样伸直。好，再三个弧形，二，最后一个弧形。好，慢慢往下放到平行地板的高度。好，应该除了肩膀背，现在腿也会有一点点紧。再二，最后一个弧形，吸气，慢慢带起身。好，脚带回来，手松开。好，那我们动一动手，我们握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手画一个八。好，尽量感觉你的手腕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换一边。好，如果你刚是左上，你现在可以换右上。好，尽量感觉你的手腕的活动，因为刚刚做完背后祈祷手，可能会觉得手腕有点紧紧的。好，然后现在把右手往前，然后指尖朝下，然后我们用左手帮忙把你的手往内拨。好，然后把两边的肩胛往下放松，停留三。好，去感觉一下你的整个手臂的伸展。再二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弧形，松开，换边，左手往前，指尖朝下。好，用右手的力量帮忙往内。好，持续把你的手推直，肩胛骨往下放松。我们停留三、二，再一个弧形。
好，松开我们右手在胸前，左手勾，把两边的肩膀往下放松，感觉一下上手臂跟肩。好，然后你可以稍微移动一下左手，左手的位置会影响你的上手臂伸展的感觉，然后所以你可以把它往手肘移一点，或是往你的手腕移一点，然后会感觉不太一样。再二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松开。好，我们左手来到胸前，右手勾。好，一样你可以移动一下右手，往手腕一些，或是往你的手肘，然后再把你的手往内靠。最后三、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好，松开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一面干净的墙壁，然后准备进行我们最后的肩膀伸展。好，我们找到一个干净墙面之后，我们先把手伸直，手掌压紧。好，然后离你的墙壁多远取决于你等一下伸展的时候想要的深度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个觉得大概离一两步的距离。好，我们手掌压紧，然后手尽量跟你的肩膀同宽。准备好以后，我们慢慢把你的胸跟下巴往你的墙壁贴。好，如果你开始觉得没有什么酸的话，把你的脚再往后推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手跟着往下，然后尽量把你的下巴跟胸想要往你的墙壁贴。好，然后一样，如果对你来说还是很轻松，试着再把脚往后一小步。好，保持手有力。好，胸跟下巴往前。好，找到一个你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在这边停留五个深吸深吐。好，试着每次吸气感觉吸到后背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再慢慢把你的胸往墙壁贴更多。好，维持一点点下巴抬的感觉。好，去感觉你的手臂、肩膀、后背、肩胛骨的位置。最后三、二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。好，带起来，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你的手比成一个菱形的形状。好，然后我们让你的手肘跟小手臂贴在墙上，准备吸气，吐气往后推一点点，慢慢把你的胸跟下巴往墙壁贴。好，如果发现没有什么酸的话，你再把脚往后移一步。好，然后手跟着往下，然后再把你的胸跟下巴往墙。好，跟伸直手臂的时候感觉会酸在不太一样的位置，观察一下你腋下的空间跟后背。停留五。好，如果你的整个身体都黏在墙壁上，可能感觉会不够，所以你可以试着让它离开墙壁一点点，所以就会有一种想要碰但是没有碰到的感觉，然后这样子是最能够观察到你的肩膀有伸展到的位置。再两个呼吸。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慢慢带回来，放松。好，我们现在让右手先摆在90度。好，压在你的墙壁上，手指头撑开。好，然后我们侧边身体粘在墙上。好，然后准备好以后，我们试着往后翻一点点，所以左手可以推墙往后转一点点。好，去感觉一下你右边的胸跟肩膀的前侧。好，然后还可以的人，我们也可以把左手往后绕过背，然后放到你的墙上。再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手回来，慢慢转身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边，换左手来到90度。好，然后让你的肩膀贴紧墙侧身。好，然后我们准备右手推一点点，然后感觉一下左边的胸口。好，还可以的人，我们右手往后绕过背。
好，感觉一下你的左边胸口跟肩膀。好，那如果手往后会觉得太酸的话，你可以稍微把自己再贴回来一点点。停留二，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轻轻松开，带回来。好，那我们最后让你的手往两边爬，交叉在胸前。好，然后可以慢慢往两边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左上右下。好，然后如果没有办法手交叉在胸前的人，可以先伸直左手，然后慢慢把你的右手往你的左边爬就好，保持两边肩胛放松往下，然后你的手会在你的胸的上方。好，然后可以的人就交叉哦，慢慢爬。最后二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。好，轻轻把手松开，我们换手，左手下，右手上。好，往两边爬。好，一样没有办法交叉的，我们这次换右手在上方，然后尽量把左手往右边爬出去以后，把胸跟你的额头想象它要靠向墙壁。好，那可以交叉的人，我们就维持在这里停留。再三个深吸深吐。二，再一个呼吸，轻轻松开。那我们结束今天的练习。那希望大家都能透过今天的伸展，然后充分放松到你的肩膀、手臂跟后背。好，那我们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